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ian， 我是来自Miracle Group， 我们是从事养发、美容、瘦身、纤体的一个集团。我们最主要呢，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资本这课程，不过我在这边呢，很荣幸能够接触到 PIF Capital Jonathan and Grace。Jonathan 呢，本身是一个能够，就是说把我们的激起我们的梦想跟激情的。的一个导师，他能够把我们的梦想跟激情呢，把它激出来。那过后呢，所有的激情跟梦想激出来了以后呢，我觉得重点还是要落地。那东西怎么落地呢？落地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资本。那当然是说整个资本的怎么运作啦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就有 Grace 老师呢，特别很到位的去分享怎么让整个我们的商业模式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梦想。能够执行，而且到位，能够在市场上呢，融到资本，那怎么在我们的生意上呢，能够发展的更强大，把我们的整个梦想呢实现在生活里面，这是我觉得呢，我在 PIF 里面呢，学到最大、最多、最好的东西。所以我是希望呢，我也是希望说，更多人能够在 PIF 这个平台里面呢，完成自己的梦想跟目标。把企业从中小型企业带到上市企业。谢谢。